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N3 Fiona N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N3 Fiona N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允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观看 GNC48 Team N3 Fiona N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
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的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随身携带物品，如手机、钱包等。十一，请大家爱护剧场卫生，爱护剧场人人有责。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GNZ48 Team N3 的郑丹妮。You ready?
中泰剧院一直都充满着幻想和冒险。别晃了。对生活，这个钩子对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充满着疑问，但他不想升上去，不想成为中泰剧院一成不变的挂钩。
Thank you.
欣赏了 Made in China 问号感叹号和 Miss Fiona 之后，大家觉得开心吗？开心。然后今天的 MC 话题是，今天是母亲节嘛，然后你母亲或者是你身边特别像母亲的人做过什么 hero 的事情，那么就先由我来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NZ48TMNSUI 的孙欣，你们可以叫我小老虎。感谢大家前来观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大家。然后我觉得我妈做过最 hero 的事情就是把我生下来，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她生小孩一定很不容易，虽然我还没有体验过，但我猜一定很不容易。对，就是因为我妈是30岁才生的我嘛，然后而且她还是就是不是顺产的那种，我就觉得就是我能活到今天真的特别的不容易。对，然后祝我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你生下了我，就这样。肚子饿了要吃饭，酒配上真蛋。大家好，我是 JNZ48 Team N 岁真蛋妮，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甜的声音啊，我没有说你们粗犷的意思，没有，就是谢谢，喜欢，谢谢，然后就是接下来嘛，也还有一些大歌可能我上不了，是因为一些身体的状况，然后导致连续3天发烧，现在有点咳嗽还是停不下来，就先在这里道个歉。然后在 MC 开始的时候，今天的 MC 话题是母亲节，母亲做过最 hero 的事情。对我来说，这种还挺爱面子的人。我觉得我妈从小到大对我教育观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条就是在外面会给我面子，回家啪啪打。就是如果我在外面，就有一次我在篮球场跟一个比我大3岁的小男孩打了一架，原因是他拿篮球砸我家狗狗，然后我不高兴了，然后追着他跑，然后他哭了，他妈过来扯着他去跟我妈那边，然后让我跟他道歉，我妈就说我就不道歉，就说是他有错在先。后来我说妈你说的没错，然后回家之后把我打了一顿，他说还是不对的，这样子女孩子家家的，然后说好，然后也努力的去改正我一些小错误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妈妈在外面会给我面子，一直以来我妈妈都是当我的 hero。 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本身就是个很爱花钱的人，所以现在也算是半出社会来到了这里嘛，然后也会自己赚钱，就我希望以后的日子我能成为妈妈的 hero。 谢谢妈妈把我拉扯到这么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JNZ48TMN3 的刘倩倩，你们可以叫我倩倩或是七七。谢谢大家今天来看 Fiona N 的公演。怀疑那个坏了，哎呦，就可能是一场义务公演。对，然后说到就是母亲节，觉得妈妈做过最伟大的事情，我觉得妈妈做过最伟大的事情就把我生下来。对，就是大家都有那种子承父业，我是女承妈业，没有想到就是长大后我在这里做了别人的妈妈，我收获了一群的女儿，还有一群的儿女。对，然后就是很感谢就是我妈能够就是把我生下来。对，妈妈节日快乐，谢谢。耶、yeah ！加班加点也要加薪。大家好，我是 JNZ48 Team N 岁的左嘉欣，谢谢大家来看 Fiona N 的公演以及屏幕前的你们。耶、yeah ！左嘉欣。谢谢。
然后说到妈妈做过最 hero 的事情，就是我这次运动会完了，不是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回家待着嘛。然后呢，其中有一天就问了妈妈哪天有空，我就去妈妈家住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的一早，我妈是7:30上班，她6点把我拉起来打了耳洞，她亲手用枪给我打了4耳洞。对，还有耳骨，然后我就发着那个炎什么的，就上了公演。就我妈特别，你妈对你这么狠呢？是啊，因为我妈耳朵打了10一次。对，我觉得我妈真的是特别勇敢的一个人。你下次回去可能就有了。我真的是怎么说，就长这么大嘛，第一次鼓起勇气，就因为妈妈住得很在上海的很偏的一个地方，然后要换车，然后长那么大就第一次勇敢的去找了妈妈，然后妈妈第二天早上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见面礼。我觉得你妈妈就住得太偏僻了，找不到人来炸。是不是妈妈第一次进入这个行业，先拿你试试刀？对，终于找到人了。终于找到人了。然后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然后现在妈妈的工资卡是我帮忙看着嘛，然后我觉得我要当好妈妈银行卡的小卫士。对，然后谢谢大家。耶、yeah. 那么就有请接下来的小伙伴们说 MC 吧。耶、yeah.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4，现在领大家可以叫我瑟琳。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Fiona N 的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你。耶！谢谢大家。然后呢，今天是母亲节，我觉得就是刚上一排小伙伴说了，就是最 hero 是就是把我生下来嘛，其实我觉得也是。但是呢，因为我还有一个亲哥哥，就比我大了6。然后呢，然后每一次就是因为大6，我以前小时候很纠结，就是别人都有哥哥姐姐是在同个年校、同个学校，就是比如说一个小学嘛，1到6，他们可以就是一起读书。那我哥每次都和我擦肩而过，他读完那个学校，我去读的时候，他就已经升上去了。然后我每次都和我哥错过，但是我们读的都是同一个学校，但是从来没有一起就是读过。然后我就问我妈妈说，你到底是故意把我生下来还是不小心的？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差6突然想到要生我呢？然后他每次都不理我，但是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我就觉得还很感谢妈妈。然后呢，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妈现在是属于那种有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妈妈的爱好呢是她很爱唱那个京剧，不是京剧，就是潮剧，潮汕话的京剧，就是用潮汕话的。然后他每天都很喜欢在家唱，他还有那种 APP 就专门唱这个的，然后他还会录音，然后他上面还有他那些什么的他那些朋友们，然后呢还可以充钱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已经还有 APP 了。然后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是那种潮剧的声音中入睡的，我觉得有一点瘆人，就是那个声音有点可怕。然后所以我妈妈就是因为有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都不怎么 care 我的感觉。因为我每次在朋友圈里面发那种自拍什么的，我妈就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嘴唇这么红？一定是上火了。然后就是拖着我硬要让我去喝凉茶，然后我就很无语说，妈，这是口红。然后我妈说，你这么红一定不正常。对，但是还要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谢谢大家。耶、yeah! ！Jump jump 跳出一只五三一。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Man 孙衍轩的男，大家可以叫我五三一。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Fiona N 的公演，还有收看直播前的你们，谢谢。耶！母亲节吧，因为我突然就是想到，因为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就是我快上学迟到了，然后他会，然后淋着雨，然后来狂奔的带我去学校，然后就不会迟到那种。但我觉得，因为我怕被骂嘛，然后就觉得还挺伟大的。还有就是生病的时候也是淋着雨，然后带我去医院，因为我家里的话，
就是因为爸爸那边是属于那种不去医院然后去吃药的嘛，因为那时候也挺难受的，然后就只有妈妈就是拖着我去医院，她说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子会烧坏脑子的，我说好的。然后就是祝全天下的母亲节快乐，耶、yeah! 啾啾会飞，吴宇就会飞。大家好，我是 GNZ48 天门岁的吴宇飞，大家可以叫我飞飞小飞，然后但是不可以叫渣渣飞。感谢大家来看 Fiona 的公演，耶、yeah! 吴宇飞，谢谢谢谢。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做过，我从来没叫过她妈妈，因为我都喊她老妈。然后呢，就是我妈做过最 hero 的事情，就是把我生出来。然后呢，我昨天就跟我妈发了一个，我说母亲节快乐，然后我妈回了一个，你少花点钱我就快乐了。然后呢，结果她今天，然后她昨天就说，母亲节了，不表示一下吗？然后。我感觉我能感觉到他的暗示，然后我就给他发了。然后呢，就我觉得我妈就是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不网上冲浪选手。就是我有一次在朋友圈发了一个，我说笑到头掉，我妈立刻跑过来问我女儿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没事吧？然后。我有点疑问，我就说妈，这是一个网络用语，就是形容你觉得很好笑，然后你笑到头掉，笑到很好笑的意思。然后我妈就说，哦，你想还说什么？以后千万不要发这种东西来吓妈妈了。我说好的好的，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Nancy 的陈南希，大家可以叫我 Nancy 或者叫北北。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菲欧娜恩公演，也谢谢在直播前观看我们的大家。耶！陈南希，谢谢谢谢。然后在我心里，然后我妈妈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心中的 hero。但是她是一个其实。还蛮爱哭的女孩子。然后自从生了我之后，妈妈生我的时候生了4个小时然后才生我出来。然后一直，然后从上初中开始一直上到大学，然后一直都是妈妈一个人带我的。然后她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拼搏，然后挣钱，然后供我上学。所以我觉得我妈在我心里她永远都是我的值得一生去骄傲的，然后我觉得我一辈子去疼爱的人。然后在这里，然后祝妈妈母亲节快乐，耶、yeah!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离开家然后来广州这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粉丝，然后就是大家像你的妈妈一样，就是大家就很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然后就是什么事情然后都鼓励我，然后所以也在这里祝我的粉丝，我的妈妈范们，然后母亲节快乐，耶、yeah! 然后陈南希的爸爸范们，然后不要着急，然后下个月就到父亲节了，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门岁的熊信瑶，感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以及收看直播，谢谢，耶、yeah! 熊信瑶，谢谢。然后我觉得我的妈妈她总是在我生病和受伤的时候非常的担心保护我，就比如现在，就比如刚刚她公演前就一直在问我的眼睛好了吗，有没有事，然后我就希望以后自己能保护好自己，不要再让妈妈担心。我觉得我妈妈最像 hero 的事就是她一直在为我做好一个榜样吧，因为我的妈妈是一名体育运动的职业选手，智力运动的职业选手。然后他现在也他现在青春永驻，但是就他还是从20多岁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梦想，就包括今天他也是在外地比赛，然后经常就是今天也是我公演完飞回重庆的时候，他也正好晚上飞回重庆，就现在经常我们俩经常在机场碰面，就是各自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完然后回到重庆。然
然后在机场碰面，然后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够和我的妈妈一样，就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一直做到做不动为止，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那么接下来有请下一排的小伙伴吧，谢谢，耶、yeah!金玉的记忆只有七秒，而你们七秒的记忆里全部都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GNZ48 天门岁的陈新宇，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现场或在各大直播平台前观看我们 Fiona N 的公演，谢谢。耶、yeah!只喊名字的话就会比较奇，然后今天是母亲节嘛，然后那个叫什么，给说母亲最 hero 的时刻的话，我想了一下，就虽然这个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遍，就是我妈生了我三天三夜，对，就她说她就是一直就躺在那边，然后躺了三天三夜，然后才把我生出来的，然后。就怎么讲呢，我觉得他被我折磨了三天三夜之后又被我折磨了十几年，就已经够 hero 了，对啊，然后就希望那个母亲们能够节日快乐，然后大家也要孝顺一点，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GNZ48TNZ 的谭丽佳，你们可以叫我丽嘎或者是丽佳，谢谢大家来看 Fiona N 公演，耶！张丽佳，谢谢。母亲节，哦，妈妈，哦，不对，哎，最 hero 的一件事，妈妈做过最 hero 的事，我觉得我妈做过最 hero 的事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但是他把我生下来之后让我遇见了我现在的后妈，就是大家后妈亲妈亲妈亲不亲妈哦是，然后就很幸运啊，然后就来到团里面，以为以前在团外的时候就是以为在家才可以得到母爱，然后来到团里面来到团里面，哇，原来自己还是个女儿的感觉，然后就是就是不管是在这里的妈妈还是在家里的妈妈，都祝我的妈妈节日快乐，谢谢，耶、yeah! 嘘，别闹，我想静静，大家好，我是 GNZ48 天门岁，如今大家可以叫我闹闹，谢谢大家来看肥油男公演，耶、yeah! 谢谢闹我谢谢大家，然后我的话其实金宇我妈也跟我说过她生了我三天，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个哪吒，就是我虽然她很轻描淡写的在说，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每个母亲都有自己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就是他们不会把这些辛苦跟我们讲，所以就会就假装很不在意的跟，没有，可能她是想说你以后就能体验到了那也未必不是，然后就是我觉得吧，可能生的久的长得漂亮，对，大家以后有经验了是吧？就算生出来也该塞回去不是？重回炉重造吗？对啊，我妈就是其实她做的最 hero 的事情就是给我当了一个好榜样，就是她非常孝顺她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就是我从小就是受她的熏陶就知道要。把钱交给妈妈，就是每个月会给她钱，然后她也不会花掉，就会帮我存着，然后就是听说她还记下来，就是我转了多少给她，然后她就会帮我存着，我就觉得就非常好，帮助我不要乱花钱，所以就非常谢谢她，也谢谢全天下的母亲，谢谢你们生日，不是节日快乐，耶、yeah. yeah.大家好，我是 GNZ48 天门岁的邓曼慧，大家可以叫我小曼或者是惠子，非常开心现场的大家以及直播前的你们来观看肥欧男恩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邓曼慧谢谢，
说到妈妈做过最 hero 的事情，就是我妈妈特别的明理，就是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嘛，然后从小到大就对我疼爱有加。因为我是我爷爷，就是很在我爸爸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然后就只有我奶奶，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最亲的亲戚的话，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就是我们三个人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呢，就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可能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就是中等的那种，但是我妈也没有要求我说，哎，你一定要考到多少分，她就说，做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然后就说，包括就是我妈妈她，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她做过最 hero 的事情就是她对我的教育吧。对，这很重要。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做什么决定，他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然后虽然小的时候还会经常跟他吵架，然后现在长大了就明白他很辛苦。而且今天母亲节，他们还没有放假，还在上班，对，就觉得挺辛苦的。然后在这里就祝妈妈节日快乐，然后也祝直播前的妈妈们节日快乐，谢谢大家，耶！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 UNIT 曲吧。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同情时刻的车厢里，已习惯抬头看窗外的风景。
电好了吗？那么今天花店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噔噔，接下来请收看花店的故事。
美好的刘海送给郑丹妮的母亲们，开始。今天是第309天，我在和平精英看到一个身影，很像你。分开了第310天，我没有怎么玩，我不知道怎么接。花儿凋谢，不过也就
菲欧娜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她每天带着快乐的心情搭配不同的服装。怎么就放音乐了？唐丽佳说她要正面的镜头。今天穿什么纱衣搭心情，好天气披上我的好运气，穿梭在无尽梦想的旅行，在人海不遇见你，用微笑笑应付全年轻你，爱是我的巧克力，公主小小世界留给我和你。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Thank you.
嗨，没有电话。那就瞎聊两句。那我说，今天是母亲节，然后大家觉得我们队的人谁像我的妈妈呀？谁？刘芊芊。啊？为什么？哦，像，原来像我妈妈。那你觉得呢，超威？啊哈！他说闹呢，好好笑。他像我女儿。对，那大家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用我的声音不太一样？哪什么不一样？你们没有发现服装不一样吗？你们没有发现闹闹的服装不一样吗？他穿的是我的。嗯，他昨天穿的是我的，今天也是我的，我穿的是吴雨霏的，反正我们就互相穿，好不？你们觉得昨天的好看还是今天的好看？我已经猜到你们会这样回答了，所以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那你们喜欢？如果不对，如果我是 Fiona， 娜娜是 Mia， 倩倩是 Victoria， 那你想选谁？哼，你不选 Fiona， 为什么？我是 Fiona。 你喜欢 Mia， 哼，你就不该坐在这里，没有。好，谢谢。虽然我很想选 Fiona， 没有关系，那我们下回再选 Fiona 吧。那好，那你选了 Mia， 好，那谢谢，拜拜，挂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传言，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确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会有扯不下扇子的情况。究竟这些是真的吗？他今天扯下来了吗？大家要到现场才能知道。别再当我是傻瓜，不想听任何废话，别再当我是傻瓜。
再当我是傻瓜，不想听任何废话，废话。别再当我是傻瓜，无聊的人的惩罚。别再当我是傻瓜，不想听任何废话，废话。别再当我是傻瓜，无聊的人的惩罚。别再当我是傻瓜，不想听任何。现场认识演绎，穿越过去做什么？演绎偶像剧输了，喜欢成员的名字藏头诗，自己认为队友眼中睡觉，睡觉吗？我觉得应该睡觉，什么睡觉？干嘛一上来就睡觉？有没有想选哪个？我觉得像我们这组的文化水平的话，第四个可以排除掉了，先排除。说真的，我都想看一下。都想看一下，嗯，我感觉好挑战，为什么？那个，一眼望到倩倩的头，好，快选选吗？还是全部都开一下？哥哥开一下，开一下吧，谢谢。你站起来。现场现场演绎，你们是怎么认识对方的？从 CP 先开始，这边没有 CP， 这没有，这里没有。糖葫芦，好虐呀、啊！闹倩呢？我如果你能穿越到过去，你想做什么？最想做什么事？两人演绎经典偶像剧，笑了就输了。哇，我喜欢这个。是的，你们也喜欢这个。三吧。我看到台下都开始笑了，已经。又要演了。输了不，重点是后面的输了跳夜蝶、华贵、美杜莎。哦。谁能想到这三首歌会成为惩罚呢？那我们选一个吧，我们就选第三个吧，对，三个吧，我们就第三个、嗯、OK。好，那我们怎么开始呢？怎么开始？从谁开始？经典偶像剧。经典偶像剧，你们平常也都有看什么偶像剧、啊？流星花园。恶作剧之吻。哦，那你还记得经典的？嗯嗯，我可以编。你可以编，我不记得了。你这叫看过吗？你看的偶像剧是什么年代的呀？我看的都是最近的呀。哦，偶像剧，偶像剧。今天有看过什么偶像剧啊？《西游记》。好偶像哦，好偶像啊，大家的偶像。对，我们的偶像是六小龄童老师。就就就。看一下里面，主要是没有什么剧本了，是不是？对，或者我们可以没有图片，也没有视频，或者我们可以改一个，就是说什么干什么，然后谁笑了谁就输了，就是也可以，也可以换一个，就不演偶像剧。嗯，那我们干什么呢？演个啥呢？你有啥小游戏？看我们的游戏小灵通，小宝，游戏之王。可是我现在想不到什么小游戏了，我的中小学生体育课专用游戏都用了一遍，是吧？体育课
改成了数学科。那我们还是想一想吧。有什么偶像剧？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偶像剧啊？没有。我最近他们不看偶像剧。最近有一个很甜的，不知道是不是偶像剧？真的、啊？是偶是是偶像演的，都是偶像剧。小时光，我觉得很甜。哦。那不经典吧？不，超级甜，你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啊？嗯。真的吗？我好像有看。是吗？对。那你觉得哪一段比较甜？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片段？他哪一段都很甜。其实有可能是因为年龄跨度太大，所以我们没有感同身受。哦，没有，你有看吗？最近的，最近的，没有，最近的没有。对。我想一想，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哈？《还珠格格》什么的。还珠格格，珠格格。哎，《还珠格格》可以，还《情深深雨濛濛》也可以，啊、我觉得。哦，就是《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尔康，然后紫薇坐在那个骑马的那个是吧？可以，我觉得可。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谁来演绎一下呢？那有什么啊？有什么可以演的？就他坐在马上，然后说马紫薇，那个什么？紫薇，我要那个抱到你天边去。那我就当个马，你就当个马。你肤色也很适合当马。要当马，然后马是干嘛的？你可以当绳子。就是、我当绳子。马是套在身，套在马身上的。然后把那谁是尔康跟紫薇呢？谁是尔康？谁的鼻孔比较大？谁的？鼻孔比较大，都来，不要人身攻击啊！不要人身攻击啊！选人就选人，还有人生就是对，我把这个马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鼻孔绳子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记得台词？就是马是对啊，慢小蜈蚣。快啊，紫薇尔康，快点上线啊！这马好矮哦。我不是马，我是绳子。那我要绳子。就什么台词是啥呀？我对你的爱什么什么已经满了，什么什么的，满的要哭出来了。天地合，那不是在马上说的吗？马有幽谷。没事，我们就在马上说。好，马好累啊，快点。你们两个谁是紫薇，谁是尔康？我是紫薇。看着鼻孔就要输。不是，我觉得我这个绳子没什么必要哈。快重点拍倩倩的鼻孔。对，哦，怎么说？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那我说啥呢？马马，你不要跑！马，你站住！鱼鱼鱼鱼鱼说有事吗？你说驾我就跑，你说鱼我就停。啊，好。好那我的台词是啥呢？他说紫薇，我对你的爱已经满了。你说我对你的爱不仅满出来，我还溢了。然后你说，我说，你快牵着我的手，牵着绳子，可以自由发挥呢。尔康，驾！你觉得这个速度怎么样？驾！跑快点，驾驾驾！尔康，太快了。对，尔康，马你回来了吗？慢一点。不行，我觉得没有台词太难了。太难了，我也觉得太难了。没台词，当一个人好不容易有发挥，没演过戏，全场最佳马马MVP。回去看一下膝盖，应该没事。就那个吧，就那边对这边说一句那种偶像剧的话，然后你不笑就那样。偶像剧的话，我回你。每个人会记得一点。哦，就是那个什么，类似情话那种。对对对。来吧，我准备好了。我想一想。紫树，紫树，我是唐湘琴，我你，可以帮我补一下课吗？不可以。哦，不可以。紫树，我真的喜欢你好久了。关我什么事？你怎么能让女孩子蹲着呢？你给我站起来。我真的喜欢你很久了，你可以帮我补一下吗？不然老师要罚我，我跟你考不上同一所大学了。关我什么事？哦，你好严哦，舔我一下吗？显得他高，高冷。我是不是不能笑啊？你笑了。我没有。你笑了。我没有。好吧，那我们继续。你想个台词。笨蛋。啊，你叫我笨蛋？只是说你不是很严的吗？你怎么开始叫我笨蛋了？除了我以外都是笨蛋。啊，除了你以外，我也是。哦。难怪我这智商考不上好大学，算了。
我放弃了，再见。他放弃了，没有了。然后呢？然后你赢了。对，你赢了。你不像我赢了。我对你是吗？嗯，也可以。哦，好沉，好悬你。啊！我被车撞死了。是什么啊？我没看过哎。哎，你起来，你起来，不是车。我被车撞天，什么被撞飞了还这么？你笑了吗？不是，我不懂，我没看过。我跟你好像，是一个年代，但是我没有看过。我们是一个年代吗？我的年代是那种，情深深雨蒙蒙那种。你居然是那个年代的？没想到，没想到吧？那你对他吧。我可以演一个。我们这 MC 看出来我们成员尽力了，真的。没演过戏就是这样的演出，有代沟哈。舒缓，人的身上有我的孩子呢？可云是吗？你是可云？可云，可云不要抢戏。什么？人的身上有206根骨头，自从遇到了你，我就有207根骨头。为什么？为啥？因为你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还问你在骂我，我还问你要说我是你的老骨头，还算好的，对吧？尽力了，尽力了。你们在这别动，我去把民政局给你们搬来。尽力了，都是说的好像是都是说每个自己年代的吧，是吧？我了，很期待。悟空，我的年代，八戒，八戒不是，你来背媳妇了。说，我叫你一声，你敢应我吗？妈，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今天是什么节日？妈妈打吗？母亲节。那你要干什么呢？我要给你打钱。二维码扫一下就好了。滴滴，哇，这也太尴尬了吧！我刚刚要死了，不行，我要死了。对。快换人啊！尴尬的话，太尴尬了。嗨，我觉得深柱可能会有点意思呢。但是那边，让我们来听听深柱吧。你让他们两个也尴尬一下。我的不行，我们这边的人都尴尬完了。我的年代只有楚雨荨。啥？楚雨荨。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魏，我不叫魏。我叫楚雨荨。你们可以点到名字。哦，什么？我要把那个十亩鱼塘来买来什么什么的。那不是，那个是另外，不是，那是另外一部剧的，哦，对，但是是同一个男主角。来吧，你们要不，你们要尴尬来楚雨荨，你们谁还记得词吗？喂，我不叫喂，我叫楚雨荨，然后呢？啥来着？喂，喂，我不叫喂，我叫楚雨荨。挺像的，啊？我觉得发型也挺像的。你看他要这样子，不要不要这样对自己。小飞为了这个 MC 牺牲了太多。突然安静。那我们觉得讲深度吧。讲深度吧。要不，我觉得这波厕所上值了。不是我跑了一个，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你们忘了刚 MC 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说什么？就笑了都要哦，这才是重点，对吧？对，我们来才是重点。对，我们接下来要不尬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没有，来吧，我除了夜蝶都刚有谁笑了？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在默默的观察，全部都笑了。好，那我们就从唐丽佳开始惩罚。好的，你笑的最开心。唐丽佳华贵，唐丽佳开始，你选一个。那三个舞有什么来着？美杜莎、夜蝶还有华贵。华贵，要不综合一下？不，选一个吧。选哪个？选。来点音乐，不然太尴尬。那就是合理失控，刚好我没跳过，对吗？嗯、咋跳？那跳过吗？合理失控，我忘记了。来，吴亦菲来教一下。吴亦菲，我知道你可以，你行。你昨天坑了我，你到底有多大仇？如今大家都福建人吗？老乡见老乡。来，那倩倩也来吧。大家都是福建人。大家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我是中泰人，我不是福建人。来嘛。
来嘛，教他教他。来嘛，在母亲节你舍得让母亲滑跪吗？我母亲在下面。被你这个妈妈，别人做大声点，开大声点吧，太尴尬了。该我吗？不是我吗？我猜最低的，你说你有什么问题？
伟飞，想干什么？你下去脱了个衣服上。哇，吓我一跳，吓死我了。你有什么问题吗？我猜最低的是，我不敢猜啊。最低的是一点。我猜最低的是，不，你就说一个问题，你有什么问题？我猜，接下来是讲生助吗？听说倒闭了。好。哦。然后呢？然后他们让我猜哪个 CP 是最便宜的，你猜一个。好心动。哪个 CP 是最便宜的？对，就是你没来之前，我们这边我们队里的所有 CP 里面。那我可不敢乱说。那你们说吧。大胆的说出来，我也不敢乱说，我也不敢乱说，我怕了，我不敢说。那我们讲生助吧。对，好，讲生助吧。有生助吗？没有生助，好尴尬。我有生助，来说个生助助助性。生助 ID 为四二零加的小何。Hello， 然后，因为你是也是潮汕人嘛，然后那我就用潮汕话，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呢，然后希望你常来中泰，就不要太忙，然后多多来看我们公演，就这样，谢谢你，耶、yeah! ！然后你先，年龄小先，那我先，ID 是月诗风影，然后，对，然后他今天没有来，然后对，就是。你写的那些课文我也看到了，也很不错。然后夏天到了，多注意身体。生日快乐！耶、yeah! ！然后我有个生日 ID 是油桃酱酱酱酱酱。对，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能顺顺利利，然后每天幸福健康。对，生日快乐！耶、yeah!那还有人有生助吗？有个生助住那个鱿鱼，然后在哪呢？住是被吵了可能，他可能出去握手了。然后呢，祝你，他祝你生，他应该在那边吧？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就是你是从出道一直以来都看着我，然后。希望以后也可以一直看着我，然后谢谢。耶耶！还有人有生助吗？没有了。我有个生助 ，ID 是小小周。哎，快！趁现在赶紧讲掉，趁他不在。哦哦。不要冤枉别人，吓得我刚刚立马都不想讲了，赶紧讲掉。对对对，然后祝拖拉机的，祝拖拉机的假妈生日快乐，然后今天是母亲节，顺便祝你节日快乐。谢谢，耶！中秋月盼同一家了，看看我们吧。哦，你们好。他们准备去握手了，你看，看着他们，盯紧他们，怎么回事？哼，气死我了，好吧，他们就是这样的，没事，反正会回来。门给我锁死了。谢谢，谢谢。那咱们就有请后一排小伙伴讲 MC 吧，耶！李嘎，他们跑去握手了。都去握手了，还有都是我不认识的，来吧，来自口袋四八直播，
弹幕昵称为我是五号机的粉丝说，祝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来自哔哩哔哩直播弹幕昵称为 CYJSN 的粉丝说，恩岁好多人以前有刘海，现在去掉了刘海，颜值爆升。来自斗鱼直播的弹幕昵称为二分之一加倍的粉丝说，好像好久好久没有看 N3 了，还是那么活力四射的美少女啊，真好真好真好。那你就来看，那就来多多看我们，每天都可以真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MC 话题是什么吧。 Hello 上班聊现场都打开了耶。你们是怎么认识对方了？从 CP 先开始演绎，如果你能穿越到，哎，都打开了吗？对对对，想选哪个呀？反正除了四都可以。四太靠谱了。哦，对啊，为什么除了四都可以？为什么四不可以？来说说。因为我一直觉得藏头诗很，这个名字很吓人。哦，把头藏起来。把头藏了起来。然后呀，你一声吓你一下。你自己为睡觉的时候，队友也中你睡觉。哎，你们有什么想法呀？我剩下的真爱粉们，其实我还蛮想看心姐演戏的。哎，我也想看什么？是吧？那演那个吧，演艺专业怎么对付？专业对，心姐毕竟演偶像剧，对，是个专业的，而且丹妮也去演过戏，所以就很想看你们有两个看点。对，你想演什么？都快把题看他们的专业和非专业的，然后的 PK。也不专业和非专业的 PK， 好吧？来，你想演啥都行。我想演《还珠格格》。哦，那我演容嬷吧。啊，那我岂不就变成了紫薇？不，我是有私心演容嬷。我演陈珂。我是香妃。那我演那个蝴蝶。我演那个就是那个明月，反正就那个丫鬟。哦，你演什么？渣。我是蒙丹。我演那个。这个蒙丹。心机尔康。蒙丹长得有点，我是紫薇，我是杀了的紫薇，对，分身，所以我们是一起演吗？我还是也不分组，可以啊，可以啊，一起演吗？还是一起？要吗？都行，要分两三个场景吧。第一个场景就是这样。好，那就三个人。第一幕、第二幕。第一幕初见。第一幕你来，大家先邂逅一下。你已经被绑起来，你是紫薇，我是容嬷。啊，我们都是后来出现的人，对。我是对，先邂逅。是容嬷嬷，你是儿子吗？我是，不，是紫薇耶。是孟丹，他是，我是容嬷嬷。你不是要来救他吗？不是他出现，你是尔康呀？为什么是容嬷嬷呢？不行吗？那好吧，容嬷嬷和紫薇的初见 ，action， 来。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再问我了。哎，你这个小丫头骗子，长这样勾引谁呢？我没有。皇上是你可以勾引的吗？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给我啪！啊！我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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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可以。让你在勾引皇上。尔康正在亲他的皇上。我扎！我扎！继续呀！天哪！好快乐。没有尔康。没有尔康。开启了最新的。我的尔康在哪里？那是我啊！尔康啊，快点，有点戏啊！尔康，再扎狠一点，扎啊！紫薇，这时候没有尔康救你，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全剧中，紫薇，好惨一个紫薇，好惨一个紫薇，被扎死了，没有人救他，好狠一个容嬷。你们这些人，旁观者，这时候了解到尔康的重要性。我蒙丹，我不能救你啊！我是香妃，我知道怎么救了。皇上驾到！你们在是香妃吗？哦，我是香妃。哎呀，上谁啊？那我香妃转过来。皇上，香妃来救你。这是在这皇上好娘啊！蝴蝶，蝴蝶，蝴蝶绕着我飞。对，你们在干什么呀？皇上，我是香妃。哎，你咋又香妃了呢？我是香妃。为什么只有我一个香妃有何用？我也不是这个姿势的。快，有何用？哎，初见时的场景，容嬷就扎他了吗？哦，对，
你病了吗？你原来还会针灸呀？是呀。哇，像哎，我这最近服侍皇上腰不太好。娘娘娘娘，我扎一下。说什么？我扎。好惨一个紫薇，我是晕过去了。我觉得我们没有到那个年龄层次可以演到《还珠格格》。那演啥呀？偶像剧啊，都是偶像剧了，对吧？偶像剧，那可以演流星雨。想看《一吻定情》啊，《同桌的你》算吗？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一起来看流星雨，一起又看流星雨，一起再看流星雨，一起来中泰看流星雨。就是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流星雨有一个很经典的那个啥，就是假如你是那个张翰啊，不哦对，慕容慕容云海，然后我是楚雨荨，然后。哦不，我来演楚那个慕容云海，你来演楚雨荨，这是一张卡。然后你说这个卡是给我的吗？这个卡是给我的吗？你放心，这个卡里没有钱。你看这上面的两个卡通人物，就像你和我。可以耶，好酥，好酥。那对，就是这样。我吃这套，我吃这套。嗯。那还有呢，你们要不要现在有什么？或者我们可以用自己家的方言演绎，就是演绎里面的这一个场景，用自己家的方言。对对对，也可以。我听说的是在有一次那个剧，就是《回家的诱惑》，相信大家都看过。哦。然后艾丽好像是香港人，然后品如是那个，品如是韩国人，然后洪世贤是中，就是大陆人，就完全。哦，不一样，语言是不通的，在那里演戏，所以我想看一下那种场景。那还蛮好玩的感觉。所以你要演品如吗？回家的诱惑。突然就回家的诱惑了。就演那个场景吧，那个。那个场面吗？啊、嗯，好。回家的诱惑的那个。哦，就那个。好好。来。那我是谁？洪世贤吧。对，好，我觉得你很适合。我没有。我怕不是那句潮汕话，我讲不出来。Sorry。我们随机搭戏，来来，你抱着我干啥？谁是品如啊？什么？啊，你是品如吧？那品如，那不好意思。哎，谁打个板 ？Action！ 哎，我不是应该是那个谁吗？你怎么穿品如？不重要，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哦，好。你怎么穿人家品如的衣服啊？潮汕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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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你好多穿个品如的衫裤啊？你说什么呢？南京话，南。哎，忘记自己是南京人，打扰了。这句话怎么说呀？好难。方言怎么说呀？你换一个你能讲的。既然要追求刺激，当然要。从头到脚都贯穿啊！路好骚啊！听懂了。Do you know? Do you know me? 来吧。品如呢？品如呢？我知道了，我们每次米娅的那个挡板。你们品如到哪呀？来挡板，求你们。品如呢？你是为了挡住你们俩是吧？品如呢？品如呢？品如要出场啊！是品如吗？不，我是穿着品如衣服的女人，艾丽。这显然不是我的衣服，我穿不了这么长。显然都是纯洁的小孩没有看过这样的片段，对不起。怎么回事？你不能因为我跟你换了一件衣服，你就说我是品如？哎，回家的诱惑，我小学三年级都看了，你们有没有用？小学三年级在看什么？看回家的诱惑，为所有爱之所的痛，为你所有。然后导致我们学校广播通报，那个。小学生不能看《回家的诱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就这么广播了。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因为太骚。换个话题吧。那我们可以聊聊大家三年级的时候都看了什么？大家三年级啊？嗯。没有看过。我三年，我三年级我有看《喜羊羊》。三年级那时有《喜羊羊》吗？有。我觉得演《西游记》最好了。演那个沙僧，师傅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然后来回。那是我幼儿园的时候的梗了。那我们，对呀、啊，对，你们是想说还是想演？演太难了，对。那就是说。我觉得演倒没什么，我只想看惩罚，好吧，直接惩罚行吗？啊，哇，惩罚有什么来着？可是他们都没有需要。能分出来吗？谁输了谁赢了？
我们几个都没有表演，什么都没有表演。那就你们来吧，我们在旁边欣赏。啊？怎么突然间我们就不我们输？我们，所以我们是算输了吗？对吧？还没开始演就输了。我们还没开始演就已经输了。要不就那就放音乐吧。放音乐，然后你们跳，看谁跳的最好，我给你们一朵小红花。那是这个奖励。对啊。还是跳夜蝶还是什么？就那就那要不这样闭嘴的项目。或者可以热一下场子，也不用说特地一定要跳啥呀啥的，就吧，自嗨。嗯嗯嗯，来吧，放音乐吧，我觉得放音乐就一下就嗨了。哦，好，我陪你。啊，跳什么呢？你们俩干嘛？你们俩俩没事。夜蝶。你们俩的名曲当然是夜蝶了。哇，你俩来来来，跳很可爱的《初恋小道》。那变成不会跳。那就这个隔壁的。上次跳过了。还有啥呀？可爱的。狼与自尊。哥哥可以放下音乐吗？啊，糖。糖我也跳过，我没有跟你跳过。那我们清唱是吧？可以啊。还好呀。来吧。哎呀。好，清唱。50cc 的摩托后座，都希望再靠近一点点。左家先唱，你来跳吧，比较好。哇哦。比较好看。怎么好笑了？来。来喂喂。50cc 的摩托后座，总希望再靠近一点点。沉默的等等等等午后，阳光温暖在心头。iPad 播放，太了，iPad 播放吗？聆听幸福节奏的乐章。后面啥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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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给了你一颗糖，紧紧将它融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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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Everybody get, everybody sad， 心事到何处地方？你们这个惩罚已经够了。我觉得是惩罚我。对于你们还是对于大家来说都已经够了。对，努力了。这是我不管修音不修音唱的最难听的一次，谢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因为李珊珊刚刚在后台，你就，哦，没有 diss 他唱歌不好的意思。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那有什么声助吗？大家？拉了个人上来，没有生助。那你是不是忘了说生助？那你上来干嘛？那你上来干嘛？唱的可爱，好吧，可爱。我以为你想演戏呢。呸！OK。没有人有生助吗？我。你们有生助吗？我。嗯。我有一个生日祝福 ，ID 是村长郭牡蛎。你好。抱歉，今天以这样的状态讲生助，然后谢谢你从重庆赶来，然后祝你今后身体顺。身体健康，然后工作顺利，然后其他的方面也要顺利，然后天天开心，然后希望以后有缘再见，谢谢。耶耶。没有了。哈哈，歌舞粉丝也期待不久了吧？我也是歌舞粉丝，那我好想跳舞。跳舞吧，就是。耶。
喂。
说过去的日子可能未必尽如人意，但他自己认为他已经付出了全心全意全力，即使流泪也不后悔。他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只是为了梦想他愿意坚持。后我们一起并肩同行的伙伴走上了美丽的终点，我们征途是星辰大海。成员击掌，耶耶！来，
来动漫会，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不要再翻车惹。习惯。
期盼着